好，喂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是吧？就有一段时间没开了啊，觉得呢，有一点手痒痒，玩个，玩个啊。看一下接下来要干嘛。极光之雪殿，自然之水族馆。好，我去找沙罗好。沙罗看起来是比较简单的。哎，沙罗要怎么去啊？从右边是吧？有点忘记怎么玩了这游戏。哎 ，V14181， 谢谢181。老了，这样就忘记这游戏怎么玩了。哎 ，Vod 203910，谢谢10。哎，好的 ，Ram 8400什么的没看完，谢谢8400。哎呀，传到了电脑世界了，打王啦，好快！也不是王，就两只，两眼无神人。他们不怕任何近距离攻击，是啊。哎，打屁打屁！哎，这个是谁？干林老师，到处散步。啊！好嘞，好，这个是阿布利达达，谢谢达达。每天进步的科技才会诞生出酷炫的东西。好的，又打完了。意外的，其实没有受很多伤，还行还行。这是另外一个区域，完全没来过。哎，鲁王晚上好，波浪。哎 ，QR Sniper， 谢谢 QR。干，怎么断？开台第一度的礼貌。啊，修理马丢。千万别掉进最下面的洞哦，掉下去会受伤，小心那个洞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洞？小心那个洞啊，洞！啊，乖乖龙叮咚，哎，会转呢，哦，对啦，好炫炮的地方。这个是石丢塔兔 ，Combo Room 01进入战斗态势，欧法，欧法，谢谢欧法。放这么大一个在这边，真好。啊！看你老师重爬，我自己跳楼，重爬的。
拔一辈子。接下来就是刚刚那里，哎，这个是 Best TW 23，谢谢23。这个是什么？谢谢。空中啊，干，可以二段跳了。可以在空中再跳一次哦。Speed 625，我们也爱你，是不是？只要你一直保持这样的心情，你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了。我终于有学会二段跳了。但有二段跳就方便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不错。他想，是吧？哎，廉价低斗。好 ，Blacker Garfin， 不知道是不是 Garfin， 不是 Garfin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没有了，还好。哎，妈，给点尊重好不？二段跳就是爽。我知道这东西有个乱射，不是呢、欸？他射了就跑，就不会那个呢、欸。就不会消失呢。哎，得到了徽章增加。噔噔噔 ，Danny 556605，谢谢05。干，他这边是来干嘛？这个是 Kaya 苏打，谢谢苏打。这区好大，打王啦！没有沙罗的踪影吗？难道前面没有路吗？我回到路口另一边吗？你们等等，我查一下看看。口诛击杀嘛，口诛击杀嘛，得死嘎！看我还不他妈打死你！这个是沙罗，绿毛绑蝴蝶结，可爱的这个食人花法式，胸部超大，碎呀！没有恶意，倩倩丽妹妹叫我们来找你的。倩倩丽，你在吗？这就是沙罗吗？你们怎么知道人家的名字 ？Yogada。bug， 啊，出 bug 了，先打再说。
啊，门都被锁上，哎呦呦，随随便便就进入战斗了，碎啦！47等哎，这位大哥！这位大哥，这位沙罗妹妹，你这不觉得有点自己有点太夸张吗？沙罗妹妹，你不觉得他妈你自己真的是有点太夸张吗？看你妈那个，我不开无敌怎么夺掉？正中央竟然没有换地，这个是不知道哪位大哥。谢谢这位大哥，抱歉我有点忙。这位大哥，我真的是他妈快受不了。我不回来啊。死去！干，好猛哦，好猛哦！我要怎么吃东西啊？哦，这样吃是不是？好，知道怎么吃就好了。读一下档。所以他战斗中吃东西的系统也是那种，就是要时间去吃的。我换武器好了，我觉得太阳还蛮好用的。哎呀！跳太早就没有用。麒麟乱射撸哦！这一次我前面就吃太多伤害了吧？这一次。妹妹啊，你不觉得是太夸张了一点吗？我这吃太多伤害，总觉得不是很好用。他怎么没反应呢？
我到底要怎么这样才可以吃东西啊？哎，我是妈奇怪，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吃东西啊？而且不能够用那个，不能够用那个，那叫什么？不能够用那个近战，还蛮亏的。那奇怪，到底怎么吃东西啊？我刚按了没反应，现在又有了。妹妹啊，妹妹啊，你这个太夸张了，我也觉得这招夸张。你妈呢？哎，哦，终于赢了！天哪，吓死我了！鬼神！打赢了！我就是沙罗哦！不知羞耻！哈哈哈哈哈！Jerry Broken。Jerry Broken， 不知羞耻的身材说人家不知羞耻，常态常态。未知的生物。嘿嘿嘿。
然后突然之间就可以离开了。果然是妈，女人就是要先痛打一顿，才知道什么叫做话呢，哦。睡不着，睡不着，睡不着。绕了一圈。别跳，别跳！你妈去！再去找个地方玩吧。我应该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过才对。跳楼啊！差点死了。来，How melt sword？ 不会念，这些都会 sword。哇，这地图的设计感好煞气啊！啊，这是怎样？上不去呢啊！上不去，上不去。现在打，哎，贱人！哎。绿的，好了，谢谢大家。这边看来就这样子，山上没有地方，我山上不去，我也不知道可以干嘛。人家追踪的也太夸张了吧，追到死哎！没了，我绕了地图一圈了，上面好像还有东西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上去。再乱摸我会生气的哦，不怕不怕，你尽量气尽量气，先让我多摸两把。哦、好快、啊！为什么拉比的脸突然变这么大？比如说那个艾莉娜，哎、欸，这个是 cows too， 这是 cow， 不愧是巨乳女，すごいね。
卡哇伊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不是女仆的女仆，解除了这个那个谁的设定。我现在有二段跳，又有那个邓强跳了。我现在想去哪就去哪，所以啦。其实讲是这样讲，很多地方我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去，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些地方是我现在可以去的，就只能往别的地方走。枣红之地下洞穴，永夜高原，永夜高原，我现在去得了吗？永夜高原，我不管，去看一下好了。二段跳好像不能够配合那个使用。对，上不去。可以啊。Ice Coke 0815，谢谢 Ice Coke。跳不上去，抱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摸完你再气气消了，我再继续摸德拉斯。德拉斯，好，谢谢这位色色的家伙。好，继续这样。啊！屠呆！好，不知道为什么翻进来，哈哈哈哈！锤子滚动可以在地上使用回转攻击了。What is 回转攻击意思？回转攻击是啥小？空中回转，回转滚动 ，Y hold，Y hold，Y hold。哎，我突然发现可以缓慢移动，Call range 0324，写二四。啊，什么叫做什么叫做？哇！对呀 ，C5129AZ， 写 AZ， 慢速移动哎。我喜欢大内内。哎 ，Blue Avia， 写 Avia。看我变成龙鳞嘎鲁哎。龙鳞伽罗啊，一只马德莫。这边这样就是跳楼，不可能吧？哎，那边怎么会跳楼哎？哎，阿哲要怎么上去？上不去啊！现在是干嘛？月下夜想曲吗？上不去啊，大哥！上来，谢谢大家。我掉下来，我行，我上了去。
哇，上不去了。好，又上来，谢谢大家。哦，是那个没有存在感的，我很喜欢的那个妹妹，卡哇伊。毒？沙耶，我喜欢这只，可爱。真的有人在这里呢。突然之间又要干架了，来吧，柱子小姐。虽然我看你的样子并不像一根柱子，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你。哎，空气人，干，竟然玩空气人的梗，太可爱了吧！哎，大哥，对不起。消磨消磨，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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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啥叫？啊，所以要站在那个上面来躲。哎，妹妹啊，妹妹。但这种有点刁钻欸，哎哎哎，大哥，你这个就有点夸张了，大哥。哎哎哎哎，大爆射哦！夸张欸你啊，你这样真的是，然后去揍他啊，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，被我这么喜欢你，妈才把我操翻！啊，有有有，我知道你有多厉害了，在很会射这方面。卡哇伊。在永夜高原中寻找沙耶，你在下面而已嘛，我想去左边看看有什么。我刚好吃那个防御力下降。
水啦！操你妈的！上不去。哎，奇怪，兔女郎集团。啊，抱抱！一。连这种妖精也是，是不是？也是他妈练兔屁的。妈，音乐还会换呢、欸！太多了吧！啊，攻沙桥，太多了吧 ！Tokyo 他妈嘞，干啥卖破了嘞？好好李家在，好李家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哦，这边我之前来过嘛，出现那种坏东西。这里叫记录点。你们好啊！哎，这个是 Jazz Blocks SS， 突然之间又给了我新的情报。你要讲啊，福岛小镇。起始之森最西北的区域，最西北的区域，你们听起来还蛮可怜的。啊，刚刚那个怎么办？因为我没有吃到那个。现在人在哪里？先去找一下沙耶好了。这个应该是有办法的吧？我记得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跳法吗？
哎，记得有一个什么跳法可以跳过去。他如果在空中可以再多跳一下就好了。嗯，跳不过去，算了。嗯，死妖精一直在撞我。哦，原来那个凉亭就是为了事件放出来的。没人气的魔法，不会不会，我最喜欢风系魔法了。大丈夫ですね。啊，我有个好主意，你就把它插进我的屁眼里吧。啊，抱歉，想到另外一部漫画的台词了。跑去拉比拉比镇。卡哇伊，好的，这样就抓到一个人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啊，原来要这样拿哦！干你妈的！好，会了，会了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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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碎啦碎啦！我看一下哦，我在那个船点的下面，那边还有一条路没有走到的感觉，去看一看应该就可以了。糟糕啊！这样子我上不去呢，看你妈的！看一下哪边还有船点。哎，好，那我大概知道这边怎么走了。
换个区域先。乱丢炸弹，死白！哇，这边也是有点远哎。这边是那个什么雪之塔的。一泻千里！哇，一泻千里又过来搞我了。这里我有印象。可以走了，在很右边。啊！一泻千里，有点麻烦。一泻千里真的有够靠北。永夜高原，好，有一个一休和尚，飞利浦，上来啊，跳，跳，哈哈哈哈。加算项链，魔法攻击连射次数增加了啊？怎么样？我可以射四次了，就这样。以自动射击来讲还不错，那我在战斗上面也会比较顺利一点。啊，这边要怎么下去？哎、欸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好暗。太暗了吧！好暗，莫名其妙得到一瓶药水。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路了齁，那可以回家啦。左上方还有一个啦，先回家一下好，想去买一点东西了。哎，吐屁啊！event， 竟然还跑过来摆 pose 呢，安尼就较卡哇伊呢。嗯，对，纠团过来摆 pose， 不理他们。有什么可以买呢？我有55,700，有超多钱。鹿咪蛋糕，回复之障，来回复之障。幽金之书，极限手链，
速度提升。我都买满了，加钻项链可以普通摄取五次、六次。它是什么？集气戒指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移动速度。好，没钱，畜生穷鬼。哇，大采购哎，好爽啊！我移动速度变超快了。然后呢，游戏妹妹越来越多了，碎啦！空中墓地、福岛小镇，我是不是还有那种什么东西没拿？起始之森最西北的区域，看一下好了，我好像还有一些什么水中可以移动速度增加的，还有那种，像那种，那种叫什么？记个路好了。还有那种可以在黑暗地方看到亮光的东西，看到那个位置的东西。不对啊，这边就有拿锤子的地方。是右边吧？这里没来过。回复增加，我速度越来越快了。哎哎哎哎，从天而降的掌法嘞，夸张！哎，中毒嘞，讨厌！我看我现在徽章数量超多，赶快随便买，先装这个抗毒。可是我已经中了，贱人。这个地方的话，这边好像往那个目标区往右边走，我看哈。乌漆嘛黑，有点可怕，而且还回不去了。哎，得到了这个光之灵球啊，碎啦，碎啦。终于得到这个东西了，这样就简单了。哦，欸，自己人。最近这里的西边常常传来求救声音，又看不到人影，那边一堆巨大化的东西，实在不敢过去啊！哪里啊？西边，西边右边吧。有些地形要用魔法攻击才可以破坏哦，左上的石块就是其中之一。豆狗，豆狗，豆狗，魔法才可以破坏。哪里啊？攻他小。
应。哦，超巨大蘑菇啊，滑下去了。哇，好硬啊，这个好硬解。哪里可能魔力转换。减少 32%、哦、扣魔加血。还好。我不想下去，我不想下去。哎，干林老师。好，我还是上来。哎，这边怎么有一个妹妹啊？这里什么都没有哦，真的。哪里啊？出来讲啊！这绿色是什么？散弹枪啊！这好像不是说可以吸血？干！妈的，弄得我好好奇啊！就相信你吧。硬啊，这边敌人。偷鸡又偷妈嘞！没东西嘞，这里。那就只为了拿那个而已嘛。嗯。啊，这边到底是怎样？有些地形要魔法攻击才可以破坏哦，左上角的石块就是其中之一。谁他妈知道你在攻杀小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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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好，莫名其妙炸开了，不管了，碎啦！啊屁！到底有没有吸血？我是到这里来了。你要去看看哦。我要去那个左边。那我应该从下面跳会比较好。看，啊不就到这边来而已，神经病。
他只往左边走了的样子，可是他右下角那边有一个地方往右，他往右是到哪里？我不就到他刚那个什么高原，所以还好。这个碟变好硬。现在乌漆抹黑了，看还是被打到。刺。肉骨茶兽，卡哇伊，赶快去看一下肉骨茶兽。这里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广阔的地方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个打不坏呢，不理你了，妈的！有洞啊，来的正好，两位可以麻烦你们过来一下吗？章鱼哥，章鱼哥出现了。章鱼小姐，我叫小紫，我叫章鱼哥，这里是扑浪森林，是维网志社群与信息的集散地哦，也不是普。这里生物的地域性比较强，小心不要被袭击了哦。找寻我失踪的宠物，肉骨兽哦，就是一块肉骨加上四条腿，身上有章鱼印记印在背上。我知道了，只要把背上有章鱼印记的肉骨兽操翻，然后跟他讲，你再不听我话，我就他妈扇你两巴掌，他就会过来了。磕磕套。加入了新目标，有了新的剧情了。